各位观众你们好啊，多谢来到肥坤频道收看肥坤的片，记得按埋订阅啦，非常多谢。今天呢我又来了啊银河加勒士，我们入来这里行下，看看这里的环境啊，看看这里的人流。咁啊，入到嚟呢度咧，就有一個大嘅水晶吊燈啊，幾靚。咁啊，今日嚟到銀河咧，就都幾多人噶。咁啊，有好多澳門嘅市民咧，就嚟呢度住酒店啊。咁啊，可能酒店平啦。啊！又冇地方去啦，咁啊又有呢度又有游水啦嚇，咁啊所以好多人，比預期多人啊！咁啊，入到嚟接待处咧，就好多人 book 房啊 ，check in 啊。嗱，我哋行下商场咧，都好多朋友喺度啊，比我想象中即系超乎想象好多人。咁啊，嚟到商场咧，都好多朋友喺度行商场啊。咁啊，餐廳咧就比較人少啲啊。咁我哋又行去呢段食街啊，睇下呢個環境。人啊，真係比較少啲啊。咁啊，蘋果店都好多人啊！咁啊，擰翻過嚟呢邊咧，啊，依間係時裝鋪嚟喎 ，H&M 啊，咁啊，結束咗營業，閂曬門，名牌店都執啦。哦，依間咖啡室坐滿曬啊！
前面呢間咖啡室叫茶杯啊，都幾多客喺度飲咖啡啊！好啦，呢度又可以行翻出嚟百老匯啊！咁我哋下一集再見。